心，碾碎他们吧！战吼！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别客气，这里的怪物需要特殊的技巧才能击败，你再练习几次一定能做得比我出色。刚才的那个男人呢？你是说骗子吗？有甩掉你的机会他早就开溜了。原来他真的是骗子。你这人还真是老实的要命，他都承认了你居然还没反应过来。不过我也没有什么损失，你不嫌弃的话这是我的谢礼。棒棒糖。抱歉，我身上只有这些了，而且摄入适量的糖分也有助于在战斗后恢复体力。好吧，你的心意我领了，那我就不客气了。真好吃。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把骗子吓跑的人呢。跟我讲讲吧，你跟他说了什么竟然把他吓成那样？我提出想去城外看看，不过受到惊吓的不只有他，这个城区里的人似乎都恐惧着城区之外。确实如此，好像是因为一场惨烈的战争。战争？我是从一个准魔法少女那里知道的，她好像有什么需要一直在打听城外的情报。那你是因为什么而想去城外？如你所见，我是宝藏猎人。我听说昔日在这座城内为非作歹的魔王有一颗成色极佳的宝石，所以我就赶来了。宝石？你是宝藏猎人，品质上乘的宝石你应该见过不少。当然是因为它很特别，听说那可是城内唯一完整的宝石，其他的宝石早就变成零零碎碎的了。真好奇啊，为什么它不会变成碎片呢？你可别不信，为了这条信息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呢。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正常的途径肯定是行不通的。你也看到了，即便魔王已经消失，这里的人们还是非常惧怕魔王，不仅搬迁远离魔王的庭院，还假装战争从未发生。当我苦恼时，我就遇到了那个异类，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准魔法少女。对，她已经具备了资质，不知为何却一直没有加入魔法安全局的意愿。这对于宝藏猎人来说不重要，可是偷偷翻看了她掌握的材料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在这座城镇
没有魔法少女的能力，就别想涉足弦月星区之外，更别提是拿到这颗无与伦比的宝石了。思前想后，还是性命更重要些。哎，怎么这副表情？你不会想冒这个风险吧？啊，没有。起初，我只是对城外感到好奇，没想到竟然听到这样一段奇闻。还好有你打消我的疑惑。看来，我只适合当一名安静的外乡游客。是啊，是啊。对了，看在我帮了你的份上，可别向魔法安全局举报我，赏金再高都不行哦。查到所有人避而不谈的秘密，又觊觎魔王私藏的宝物，还有谁比我更像是个不安定因素，对吧？开玩笑的了。如此说来，除去魔王，原来魔法安全局是本次行动的另一股阻力。请放心，在下只是一介游客，恩将仇报也并非在下的行事风格。感谢你的温柔和善意，不知名的陌生人。温柔？抱歉，这个词不太合适吗？唉，自我满足也是一种温柔，但仅凭着一点点温柔，什么都改变不了。至少温柔能让我们去守护自己触手可得的东西，它并非全无用处。我该走了。告诉我你的名字可以吗？你不仅帮了我，还告诉我这些事，总要给我一个机会报答你。比如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我能教会你新的作战技巧。你是游客，而我是猎人，既然道不同，我们也就没必要互相了解得这么清楚了。就当他是谢礼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现在溯源到开端，如果对我设下的圈套从我刚到这个世界泡时就已经开始了，倘若这条假设成立，在那晚以后我便有了这样的预设，并以此收集情报，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Thank you.
Shield， 碾碎他们吧！加，嘿，嘿，加，嘿，哼。我总嫌你吵闹，但是我还是更习惯那样的你。要是你醒过来了，我就会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你。我猜你这家伙一定会笑嘻嘻地凑过来说，算了，我可不想模仿你的那些傻话，我只想告诉你，我不认可你的莽撞。发生了什么？看来嘴硬这个特点你打算一直保持下去啊，弗勒艾前辈。不对，弗勒艾前辈才不会这样说话。那应该怎样说呢？可是你这笨蛋却拿到了奇迹之石，揭开了魔法少女的秘密，这让成熟稳重的我好不甘心哦。弗勒艾前辈才不会擅自扭曲别人的心事。你到底是谁？我这里还有更惊人的发现哦，关于高傲西林内心深处的小秘密，想不想听？你其实西林他一直很害怕自己也许一辈子都没办法解决奇迹之石这个麻烦。西林非常害怕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弗勒艾、泰莉莉，哦，还有布洛洛，他们再也回不来了。不要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哪个胆小鬼的错呢？西林，一无是处的笨蛋果然什么都做不好呢。不要再说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冲动呢，西林，你和你的心事都一样简单。我不需要你的评判。怎么你还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我比你更了解你啊。从实力之上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你消失才对吧。你要干什么？是奇迹之石搞的鬼吗？可是那个幻影好像也没说错什么。喂，你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别紧张，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而已。有什么事我们去外面谈吧。
在三个世界泡，他们各自的麻烦和遭遇也不尽相同，所以毫无规律可循。啊，我们的努力还是于事无补啊。说什么呢？不行，没有什么可是，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弗洛艾前辈还在里面，弗洛艾前辈还等着我救他出来，我还没有试过，我还没有试过行不行？直接毁掉的话，弗洛艾前辈就……我没有原谅你啊，我试过了，我以为足够的专注和真诚就能做出什么改变，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感受不到奇迹之石里的任何波动。泰莉莉那家伙真是的，让我以为像他一样莽撞就能行。可是这还不够，只会守护魔法，只能找回我曾经掌握的魔法力量，只凭这些，我是救不回弗洛艾前辈和泰莉莉的。抱歉，我只是做不到像你们这样坚定。从那天开始，我忽然意识到，在魔王和悲剧的循环面前，强大如魔法安全局也无计可施，而且像我和泰莉莉这样的魔法少女，非但帮不上布洛洛前辈和弗洛艾前辈，反而让弗洛艾前辈为保护我们失去求生的机会。所以我想，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与其像泰莉莉那样不顾一切拼上性命，还不如带着前辈们的意志，不辜负他们的牺牲和心愿，认认真真地活下去。只要我什么都不做，既不冒险也不任性，我就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可是泰莉莉，你们应该猜到了吧。是的，科尔伯洛斯的事就是我打听到的。当然了，我得到情报后会反复斟酌，而他没有任何犹豫，就结果这样一个笨蛋竟然真的拿到了奇迹之石。前辈为了保护我们变成了奇迹之石，黑莉莉为了救出前辈找到了奇迹之石，现在奇迹之石就在我的手里，而我什么都做不到。我是不是很傻？在魔王城堡里第一次变身为魔法少女的那天开始，我以为我真的长大了，足够理智，足够冷静，也足够沉稳，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周密详尽的考量。那长大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去哪里才能找到答案呢？干嘛突然这样盯着我看？你们船上的人说话都这么谜语吗？也没指望你来告诉我，你就等着吧，我绝对会找到解决这一切的办法。你这家伙该不会是在把我当小孩子来应付吧？不过说了这么多之后，确实感觉心情轻松了不少。
这家伙该不会是为了这个才先不管这家伙，我确实有必要再认真考虑一次了。关于魔法少女，关于奇迹之石，关于西陵。你终于来了。我们刚刚有个新发现。是的，和主教德丽莎以及暮光骑士身上发现的伤痕形状一致。综合现状考虑，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给西陵讲了那么多大道理，到头来最不能接受现实的却是你。这个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你终究会避不开。当那一刻到来之际，你必须做出选择。